好，今日一齊睇一睇呢一條嘅，咁啊係關於 import quota 跟住 small pay economy 啦，咁啊係一個做 international trade 嘅嗰一課嚟嘅，係啦，咁啊一個好簡單嘅圖啦，咁啊一個好 standard 嘅 import quota 嘅圖嚟嘅，嗱咁啊問題就係問你，如果個 factors of production 升咗。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大家都知道 factors of production 升，即是代表 supply curve 會跌的，所以這題其實它唯一考慮就是究竟 supply curve 要怎樣跌呢？我們知道原本的 supply curve 是這一條的 S， 當我們有一個 open economy 的時候，我們的 real price 會是 PW， 但是同時我們也有 import quota， 所以我們的 curve 就不是一個類似一個瞓低咗 L 字形，佢就唔係嘅，係佢就會係一個好似斜橫斜咁樣形狀，咁所以會係 SQ 呢個形狀嘅。嗱，咁啊，我哋可以想像一下，如果 factors of production 跌，咁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咧？首先，其實係唔影響 real price 嘅，唔影響 real price 嘅，因為我哋要知道，我哋而家係一個 small open economy 嚟嘅，咁所以我哋 small open economy 裏邊，無論發生咩事都唔影響 real price 嘅。所以我們會跌的其實是這一條 supply curve， 這一條 supply curve 跌完之後，那個 quota 還在哪裡？ quota 它沒有說有轉的，所以 quota 仍然是在這裡，而且它的 quota 的那個數量是一樣的，所以去到最後這裡所有的 combine 會發生什麼事呢？就是你會發現 supply 會跌，怎樣 indicate 呢？就這樣 indicate， 這樣跌了，然後去到 real price 就會有做 import 了，咁啊 import 會大概到呢啲位啦，因為我哋知道個 import quota 冇變噶嘛，咁所以呢一條紅色橫線嘅長度係同呢一條黑色橫線嘅長度一樣嘅，咁啊大概目測會去到呢度左右啦，然之後咧就係一樣啦，跟翻我哋條 supply 佢咁樣車上去啦，冇錯，咁啊呢一條紅色嘅呢一條線咧就會係我哋新嘅 supply curve， 咁其實只要睇得出呢一樣嘢咧。知道在有 world price 有 import quota 的情況之下 ，supply 跌條 supply curve 會點樣喐咧？咁呢一題其實就秒殺咗啦。import volume remain unchanged， 冇錯，因為 import quota 冇變，而且 supply 係跌嘅，而唔係有任何升，而且 demand 都冇變。咁所以你發現 import volume 就一樣等於 import quota 噶啦。domestic price increase 冇錯，我哋睇翻 equilibrium 係由呢一點升到呢一點嘅。跟住 quantity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good export increase。quantity 係啦，咁啊個 quantity 會唔會升咧？咁啊其實你會發現個 quantity 反而係跌咗啦，係因為仲記得我哋啱啱講 import quota 冇變，咁即係 import 嘅 volume 冇變嘅。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個 equilibrium point 係向上移咗嘅，向上移咗意思係乜嘢啊？即係 quantity 係跌嘅。咁既然 import 冇轉 ，import volume 冇轉，而 quantity overall 係跌咗嘅時候，咁跌咗喺邊咧？咁就係跌咗喺 domestically 嘅 production。所以你發現第三個 option 就錯了，所以這一題會是 A 的，沒錯，這一題就是這樣了。